热恋中的情侣如胶似漆，恨不能每一分每一秒都黏在一起。那些甜到发腻的放闪照让人非常羡慕，但在一起久了，情侣反而变得像家人，不用在对方面前小心翼翼保持完美形象。插画家 Verse 就画出了老夫老妻才懂的日常。只有感情稳定的情侣才能懂啊。你先放手拉 Q 的不，你先放 Q 的去死吧。差劲的女人，你的手机荧幕太亮了，我睡不着，快点睡觉，不然就侧身玩。天气转冷了，终于能放心大胆转换成胖胖的身材拉 Q 的。为什么我的衣服总是失踪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每个人的体内都有一点便便，不管是走秀的模特儿，还是凶恶的流氓，或者是认真的商人，说真的，你绝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怪的。你又挤痘痘了没啊？去中路，救我啊！哈哈哈，不，他在后面，快去啊！快点救我，救救我，不，我要死了，等一下，啊啊，你 TM 闭嘴啊。女孩看到你穿复古牛仔裤，天哪，你从哪里买的？男友看到，呵呵，你的屁股看起来垂垂的，他本来就那么垂吗？女友睡着时，人家的男友这样做，你的男友这样做。我是个强壮独立的女人，不需要男人帮忙。你应该叫我帮你啊，我是料理之神，是真正的大厨。你在做好吃的吗？出去贴了，很快就能吃拉 Q 的。OK， 十分钟后烧焦了。刚在一起时，最后一口给他吃。在一起几年后，开启争食大战。刚在一起时，最后一块你吃吧。不拉，你吃吧，我吃饱了。在一起几年后，这是我的。突然拔到他胸上的毛 Q 的，遇到这样的另一半，就好好在一起吧。你们已经成为最亲密的家人，这辈子都很难分开拉 Q 的。